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先看任务那个。防后区。防后区，防后区不就是那个蜘蛛人的家吗？那个。现在是只要如果想要补子弹的话，只要打开箱子看一下就可以补完子弹了，很方便。不见了，我也想要那种箱子。Instead, we have to pry them out systematically. Take out their eyes, take out their guns, and take out their command structure. And that makes the scene. Wait a minute, you've been reading my files? 有了，出来了。Our files.你总会在上面的、啊。哎，你怎么先出去了？这还是只有我跟丢了。我也在里面。走了走了。他们在互 K。难的。在上面，一出去就是啊！刚刚我。你要倒地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在你旁边，你还不？真是倒了，又倒。再冲啊！再冲啊！冲冲冲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说风凉话的队友。哎呦，紫色耶！到底还是什么？当然是紫色啊！会有狙击手，什么？应该努力干这边的事情。你在他这，因为他会输下去啊。因为我们还要打。有三只。这么多只吗？还有一只在上面台子。我刚刚有一只在台子上。我不要去了。不要去，我打不到啊！不要去，你看位置啊！你知道他在那里啊？他没看、啊。那、我没有看到他在哪？他在哪？就是他可以穿透墙的。好痛啊！这么远的敌人，我就只能一枪一枪。为什么我觉得你们的敌人跟我的敌人不太一样？他不是在打皇后吗？之前有敌人啊。为什么打的不是皇后？是啊。又有密，又有密友。One, shut down their comms relay. 我去关塔，你继续打。Knock out their tactical center. And three, take control of the on-site armor, because I need those guns for my people. Now go to it. 灯光哎，闯进来了，你都跑过去了。哎，是这里呀、这里呀、怎么都还没好，你就跑过去了。你要欺负近战，我的弟！近战还打出他，真是蛮瞎的。哎呦，我见你啊！我倒地了，倒地不起。那他们到底打哪里啊？不知道。让他们回来。应该是楼上那些敌人吧。先回到原点好吧，我都还没开录影呢。我们在原点呢、我们还没进去啊。你们在哪里？我说那个，我是那个有字的地方啊。好，拜拜啊，先你要先。哎、欸，那边有纸张哎，他打出一个纸张了，先要啊。我先回复刚才密我的人。我刚刚打他的同志嘛，接下来不知道跑去哪。为什么你有纸装、不给人去，回来拿，回来 ，no， 太扯了，回来 ，no， 纸装是我的，啊，纸装你有收到？跑去哪里了？阿小是你的呢？
可是你们好像在天上感觉。你们技能没有一个是炮台的，啊，有的就是直接装连弹和那个。啊，这个是物点，我等一下穿。地雷。我啊，矿盘脚啊。我不会拿地雷。好了，我已经开路野了，我们直接出发吧。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对啊，一定要去骇客那个。总觉得很多地雷在那边飞，还蛮酷的。我有很多地雷。拿狙击枪啊！是啦，站在这边。左边有一只，左边有一只小。都有万木。太远了。没有问题的。要跑，要跑了。啾啾啾！啊，被打了，被打！快打哦！好像不会秒闪避，异常状态解除好快。直接打我！那个枪会打人哦。他在耍憨吗？完全没有打我，秒不到我，太高了。我忘记这个的在哪里，他好像有一些角度限制吧。开门，开门。我刚刚开门了，有没有听到？没有。啊。The relay's gotta be on the roof. Probably gonna. 小明，等一下，上去左，出去左边，直接上爬上去。知道啊。They're alert, well trained, and packing gear on par with ours. 啊，星巴在下面。你要上去吗？啊，那下面我在。哎，这边有人呢。人都在下面，上面只有几个。开始，你开始，开始。一条兵，看他！哦，我好像冲在前面了，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有人在打你们了。干掉，干两只巨兽干掉。这是金块啊！我答应你，他们都攻击我。哈、啊、哈，金块在打我，没有办法。跑过来，跑过来，拖住他们。真恼哎！金块炸我，快打！地雷，快救我啊！你死太快了吧！地雷都还没发威。去哪兒让我打？有点断。打我！不要打球！哦，打我！他会修理那个炮台。他这边都会射炮台。我说修理呀、啊。换位置。哦，修理哦，这么厉害。这里。上面的我全部干掉哦。这里，对，这里。哇，好丑、哦！要死，要死。Agent on your team is down. Requires assistance. 我们躲在里室内的话，熊没有办法打。
我没有救到你吗？等你来了！有啊有啊，要死要死！哇，下面好多人哦！哇靠，后面一堆精怪！啊！来精怪！外面有精怪了，后面有两只小树，可以跑回来一下吗？打我的！大，你不要过去，小心！哦，我这边有怪，我爬过去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地雷丢出去了。哦，精怪就算让地雷控场他，他也没有什么，没有办法造成多大的伤害。哪里打我？那是精怪。哦，他好痛哦！我怎么还打我？因为我现在只能拖出这一只，在你正下方的。好，解决了。来啦！还有哪里？后面。看我！谁说你看其他人的？干掉了！不用爆，给他爆头。子弹你在哪？站在楼上。啊，我看到蓝装了，蓝装那里。我也需要子弹。子弹在那边呢、啊。不是只有楼上有？上楼上有。哎呀，包都吃光光了，到。太吃。这个吃货，贪吃鬼，皮袜，没让敌人都打我，没有办法，这精怪没。但是昨日，好了吗？有没有你就往前冲了嘛？你好的，拿个头啊！好了，我才放炸弹啊！嗯、好，你准备好瞄准，我就放了。来，前慢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那就是给你打吧。先打你丢的，我当然丢啦，因为狙击手说好了，我就丢啦。是这样吗？是我说的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不是说好了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就丢啦。那你干什么？是啊。那你那个枪会打你，那我枪想办法。我是官枪。掩护我。还没有打你。有啊，我看他们箭头对着我。我努力在输出耶。我觉得连续射150发真的是蛮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射完150发之后，敌人还活着，就是一件蛮不爽的事情。那个地方打不到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我一家炸出来。我没有火力压制他、啊。打进来偷下吧。你懂的。哎，这个这里这里没有装。哪里哪里？我捡装喽。一起开。开这种门会让我想到那个最后生还者，他要用那个大弹簧刀才能开门呢、欸。是吗？对啊，弹簧刀啊！
小爱丽的无限弹簧刀。弹簧刀不是要锁吗？哦，太好了！让我换一下枪，等我一下。终于有比较强的枪了，冲锋枪哦，感觉就没什么用。换一下，等他等好久。有等我吗？有，谁来？有老豪，有，我不知道啊。好嘛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开大平地枪哎！你老会反着爆发。全地形护膝。这种我还有一个装。刚刚你是捡到？对啊，捡到一个，一个在，一个在这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咕咕咕咕的声音？那不是我吧？有人在欺负他自家麦克风。当心那个红外线。我去把它关掉。我要先打掉一些敌人。大家来了吗？嗯。都到了吗？我到了。啊，要开打了吗？我丢了。好。好，关闭了。对对对，双右右面有几只敌人，可以的话先把他们打掉。哇塞，这一把轻机枪比刚刚那把还要晃。我打不到啊！我要被打了，我被打了。啊，他好像蛮集中了，应该还好。打我嘞！稍微等等冷却一下仇恨。哎，我怎么卡住？会死吧你！制造悬念。哎呦，要死了！哦，你的弟也救了我一命。太飘了，好难用啊，对吧？熊帮救，帮救。好。哦，这张子吗？对啦。给我打我！老弟，我怎么打？左边还有一次手榴弹的，一个炸弹吧。哦，太痛了！探头就会被打，居然躲掉我的炸弹。啊、我好痛啊！啊，有人绕我侧面。哦，那边还有两只哎。我爬回去。哎、欸，小心你跑出来没有问题吗？而且两只榴弹枪哎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叫的。这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好多只啊。啊！我站歪了。
趴，我趴。哎、欸，他们不断的增加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跨过去不救我？啊，我们看到你了。啊，我在爬。刚刚看你平行位移。小心着弹。哦。哇，这边一整群。哦，我要过来。我要问你。去你妈的！我没打我游戏，好痛哦！天降雷电！天降雷电！你在救我？我在救你啊！你打他嘛！打住了，我有时间呀！要他，要他，我靠，往后！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哦，刚刚小弟的。他们的人数众多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先 hold 住啊 ！hold 住啊 ！hold 住，让他们复活。你们都是跑过来啊，完全控不住哎、欸。真的有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多人？对啊。完全无法克制他们的行动。哎呦，这刚地震一下！你咬兵，咬去哪里？别跑，咬兵！你这残存的咬兵！我先看看你们，现在应该还有一只。你小笨鱼，咬兵，你在哪？还丢炸弹！炸你！我也会啊，只有你会炸弹了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。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